这个我们这一档的展览叫做互诉救地球的生活展。那起源于我们今年在新生入学的时候，我们有举办新生种树的一个活动。我们希望小朋友透过种树呢，在六年里面能够去照顾这棵树，然后让它长大。那在一年期间，我们跟这个慈心文教基金会合作，他们就展出了一个生活这样一个生活展。那展出的内容大概分为八个项目哈，包括从种树的好处，如何种树，如何照顾树，然后呢，一直到学生的创作，一共分为八个单元。那每个礼拜二呢，慈心文教基金会他们还会派人来跟小朋友做这个树木的故事的解说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展览，在学校我们有设计了三种的这个学习单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展览，让小朋友知道这个种树对于地球的重要哈。那我想透过这样的展览，我们让孩子从如何种树、如何照顾树，然后去了解树的长大了以后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个用途，从整个过程当中里面，让小朋友去了解种树的重要，也让他们知道，哦，来保护这个整个地球，来跟我们的环境教育做一个结合。